金三角怎么卖？一斤的话是3500，一片200，十片一千八。啊，我看到了，这个鱼。好幸福哦，这可遇不可求，因为它有季节性。如何？嫩吧。果冻一样。你把顺哥中了，很开心。哎，我听起来怪怪的。本周日下午3点，华视频道《花甲少年去旅行》。